的啊。小花，聊聊的，您还在家？南方出生的北方人，你呢？北方出生的山里人。首长，我奉命来救你。你是谁？哎，小苗，行了，别没完没了的，那么多人让着你看不出来？有本一起来啊！行了，干嘛呢？哎，刘二狗带人来了。行了，都散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我刚才让着你。扛就行，把他俩带走，每人30鞭子。豹哥，这光天化日的，你们也注意点。咋了？这小子又犯倔了？没有，没有。听话着呢，年轻人火气大，打个架呗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惹不起事儿，就别惹事儿。要不是豹哥罩着，我早弄死你。谢谢队长，谢谢队长。来，二位，二位，走着。哟，来新人了，走，过去看看。怎么样？你看看。手够黑的，这二椅子出手又快又刁，幸亏力气不够，要不然早被打死了。你那边怎么样？确定是要找的人，就是可惜没能多说上两句。行，这顿大便算白。哎，我怎么看他那么像那天举报土匪那个人呢？你什么眼神啊？就是，这首长还是很厉害的。别装了，还内伤。刘总，怎么了？那边第二排啊，第四个。你说那老头，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一直被他特务偷走，吴兄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没事，既然来了，就想办法把他留下，把他收拾，这样咱有意外收获。3个人，安排他们干活。刘刘，你带他们。知道了，宝哥。哦，怎么着？不服是吧？怎么着？来，比划比划。啊，大哥，这位大哥，我们哥俩沦落到这步地步，我们认栽，我不服啊。
都是些他妈怂货。听好了，以后每人每天挖五筐土，挖不完的不许吃饭。挖土干嘛呀？你怎么那么多话呢？皇军盖炮楼要用。怎么了？门把坏了。妈的，喵娘娘，这不行，晚上咱们还有正事呢。是。走，跟我回去歇着。走吧。告诉你们啊，在这儿干什么事儿都得有规矩，明白了吗？干活去吧，你们几个那边，你们几个那边，你们那边，快点儿！年轻人，真有你的，这石头母，你什么时候干的？以防万一。你怎么了？手里有毒。小苗，小苗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有人中。别喊了，开门。刚才好好的，你看是不是中毒？包哥下的毒，这粥我也喝了，我怎么没事？只得他下了毒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当然是自己人。他也是自己人，为什么要下毒？是豹哥下的毒，我没看出。呼吸暗枪，看来毒性确实过期了。只要能出去，肯定救得过来。我告诉你，必须把他救活。我保证。但是首长，一会儿我们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跟着我。他怎么办？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志。来下了，让咱们踏实在耗子里待着。小鬼子一会儿就来听苗娘娘跟张明，赶紧走！抓他们干嘛？我哪知道呀！你快走吧，一会儿让小鬼子碰上就麻烦了。哎，现在情况还不明，无论如何不能忙乱。听我的，这是命令，先走。牢牢的，你别忘了老吴怎么死的！快走！